我呢在录《向往的生活》的时候呢，我都很期盼着能来那些就是老朋友，为什么呢？有话可说。我亲爱的姐姐，亲爱的弟弟呀，都比他厉害，岁数比他大，长得比我好看。花老师，这么多好朋友坐了在一起呢，就是开个玩笑，这玩笑开的呢，你以为是天大，其实他没有，这次没有。跟有意思的人开有意思的玩笑，这才叫玩笑。然后，吴镇宇老师有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一句能顶一万句，但俩人在一块能说一万句啊，而说的都是一句的时候更幸福，真的。最喜欢的就是能跟一个人说上一万句，就像听到的一句一样。我们是真的是啊，这么多年老朋友，就是一个失联状态。老街坊都不爱来了，地儿太潮。对对对。我们都是可以说一万句，就像说的一句。对。真正的好朋友好像在一块说了很多话，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可以开门吗？能。何老师要加入我们吗？我可以来一把。可以。你们是按什么算的呀？我们是按时间，按时间算，然后速度要尽量快。就比方说我给何老师打个样。我会跳绳，你就是疯狂的跳是吧？看你能坚持多久是吗？对对对对对，就看你能坚持多久，不管多少，两分钟吧。OK， 行，找找，这么跳啊？对。哦，还有这种，但没穿鞋，我好怕打到。哦，还有，何老师可以啊，速度相当惊人啊！哇，何老师还是左右来回倒脚。对啊，加油，何老师！现在多久了？现在20秒了。才20秒，我以为一分钟呢。为什么呀？3、2、1，好，今天有氧完成了。何老师，咱们布置布置。好的。你这好看，我告诉你。很好看。哎。还不回来。早，何老师。早。哎，一星是加2瓶可伦苏尚木有机奶。对。哇，这个奶好细腻啊。待会儿你跟鹏鹏和妹妹出去捡捡垃圾。好嘞，走去。哎，小心头啊，关门了啊。好，准备好啊！啊，出发吧！哥哥，你怎么了今天？这收获真可以，我的妈呀！可以吧？这是钓鱼钓的，真可以！哇，有收获啊！我一条没钓着，他钓了100条。哇，哎呦！他钓了好多好多条，我俩并排站着，就鱼就一直往他这跑。那为啥呀？不知道。这儿的鱼好客呗，跟我们一样。哦，刘老师，恭喜恭喜！好客的鱼，这里边有，既有鱿鱼又有墨鱼。对。
白鲷，白鲷。这是胡椒鲷，胡椒鲷。这个是海里一种笛鲷，这都是你们钓的呀？你们太厉害了吧，何老师。我们钓上刘玉军老师钓上一条鲨鱼，太感人了。那鲨鱼肚子鼓的，突然它就分娩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对着海，它就布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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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小鲨鱼全生进去了。生进去之后，鲨鱼小鲨鱼就游走了，游走了。然后我们就把大鲨鱼放回妈妈，给放回海里，它就去找宝宝去了。哇，真的，千载难逢，真的很感动。小鲨鱼生出来了，恭喜各位终于解锁了鲨鱼，耶！拿不动了，听那贝壳啊，又沉呢。嚯！哇，嚯，哇，哎呀妈，全是贝壳，都给了是吧？他应该贝壳全给咱了。尾波冲浪，他就可以畅玩了。妹妹，你休息一下呀，待会儿要有一个大活呀，妹妹，你知道吗？啥大活？有一个赵哥，他有一片红薯地，他需要人帮忙。我们那个水上的都已经几乎全部解锁了，现在这个老渔民手册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可以解锁，就是红薯地，我们可以去找他们问问什么时候合适，约个时间。好，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我这边有要去挖那个红薯，我还请了其他阿姨。哦，就喊阿姨一起，到时候你就跟阿姨一起啊。我们就是直接挖出来就行是吗？没有，要怎么样？需要有人会开拖拉机。我们有，那我们要把红薯收出来，然后要有会开拖拉机的。我说，哎，这个我们家还真有这么一款。我们有这么一款呀，我张哥会呀，我张哥呀。那我们是下午4点再去，所以妹妹你真的可以休息一下。行。何老师，刘老师，振云老师，哎呦，黄老师好，刘老师，老弟，好久不见。这个海对面是哪儿啊？海对面，是另一片海。海对面是海对面。欢迎您。来，包包给我，来，可不敢，可不敢，没事，没事，哎，不，我就帮你放了，不是，那万一里边东西丢了，算谁的？不会，算我的，算我的。呀，刘志毅老师非常淘气的，哎呦，盼望你，我也盼望你做的饭。哎，子枫，哎，子枫，对，我刚才跟那个张老师打招呼，老师，这是鹏鹏，哎，彭老师好，哎呦，这是张艺兴，哎，张老师，嘿，我差点，你看，哎，你把我衣服挂坏了，这算谁的？那你这个是确实，我看看，你们俩互碰真的是，笑死我了。振宇老师，你一点没变，阔别一日三年。我的亲呐，你想喝啥？都行。好，我给你弄冰咖啡。好。对。哎，你们俩孩子，哎。你们是带刘老师参观参观。刘志云老师太逗了，他觉得单口相声的，他可真是一个有趣的人，有趣的人，有趣的灵魂。今天早上我们的精彩，今天我们出去钓鱼，早上我跟刘义军，刘义军你认识吧？认识，在那上面睡觉呢。是，我刚已经见到了。他好像也没什么架子哈。啊，没有，见了我你猜怎么着也笑，也还跟我握了个手，嘿，弄得我也很激动。刘振英老师，谁见着您敢有架子呀？不，张艺兴，你有架子？骨架。我能帮点什么忙啊？你现在不用，您就这先喝个咖啡歇歇。哎，您在家自己现在不会做饭吧？不会，都是家里。对。那个，您会包饺子不？会。哎，我今儿就想着，你和刘玉军，你俩都是北方人，咱可以一块包饺子。是，但是我包的我不会捏花啊。啊，不，没事儿，这模样是差点。可以，只要给它包上就行。这个跟包饺子没什么关系。这是待会儿的那个撒在上面那个佐料，那个佐料啊，面上的有点黑芝麻那种类型。听懂了。
何老师。哎，武安，你醒了？醒了，醒了。有新榨的西瓜汁儿，来两碗。好好，一会儿来杯子给我。啊，这个何老师的为人真好，见谁给谁倒水。是是是是。哎呀，这就开始做了吧？我能做点啥？哎，朋友们，谁把我这盖儿给我拿走呗？这弄鱼这谁老把盖儿扣到我这儿？啊。这我的，不是你的，刚才一直在这儿呢。你醒了？醒了，醒了。这怪我，这何老师给我洗杯子的时候，这盖应该我提前收着。您别放在这儿，会被人误会。把刘义军老师吓得赶紧把盖塞兜里，而且还把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我非常的感动。这人人品是真好。我给你搁这儿吧。啊，好，好。帮我，师哥，帮我把这搁在冰箱里的豆腐，我先给它凉啊。那个刘老师，他那个上电影学院的时候，比你那个他我师哥，他是八七，他和那个谁张嘉译他们都是同班同学。哦，是是是是是。然后呢？那你看着比嘉译老师可是年轻多了。是。嘉译老师显得特别的稳重和老成。对，张嘉译这个人啊，我跟你讲啊，他十八岁的时候就长得就是现在这样，老感觉发愁是吧？有啥事儿发愁。然后他有一个绝招，你知道吧？嗯，他会动头皮，哎，就都一道擦擦擦擦，啊，对，就这种的，哎呦。哇，是因为他戴的是假发吗？我这个其实是真是假发。我跟你讲，我这个稍微哎，你还有你这个何老师，我不行，我这个我这次不是，我这次配的比较粘的比较牢，因为风大，我现在不能动。我把它调好一点。上一季那能动，你帮我稍调一下，黄老师，你帮我稍调一下，好像我觉得有一点点歪。哎好，哎好叔。准备做饭，我能做点啥？帮我来收拾这鱼呗。现在开始吧。对，把头拽了，拽了扔里边，然后里边那个骨头剔出来就行，好吧？我去弄别的。后厨里边我这叫墩子，就是专门洗菜配菜的。对。很抱歉，不会做饭，黄叔，我插不了手。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其实这个大家来就是聊天，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对对对。笋呢，先扔在一个盆里。哎呀，莴笋好吃。对，做底。这个莴笋的话要直接就是凉拌的话，这个丝儿的话也是可以的啊。非常好，你爱吃是吗？不，我没这意思。我给你拌一个，没问题，没问题，拌莴笋丝，好吧？你爱吃莴笋丝儿，一听，那就拌一个，拌一个，行，好嘞。就是说黄老师对这个菜花是有什么样的展望吗？你是怎么有什么？哦，没有，我没有。你是说要再炒个菜花？不，可以，我给你加。用湖南的那种做法，这个得用点那个五花肉炒。对，对吧？嗯，炒到那个有那种干干的那五花肉，弄点小泰椒。是，这菜汤拌米饭也好吃。还有一种就是叫什么那个。小炒肉，小炒肉哦，这我们家张艺兴最会做了。你想来一个吗？哎，哦，我没这意思啊。可以，刘老师，你想吃啥的？哎呦，你看又多一菜，这干嘛呢？这，哎，你们把刘老师带走吧，他在这一直夹菜。应该的呀，哎呀，老师嘛就是这样，一直引导着你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王老师有时候真是。他真把朋友的话当真了吗？那是必须啊，我没问题，你们指挥我就干。你看看这事闹的，太有意思了。哎，刘老师，你是哪一级的？他是八七，八七年入校的。八七年，您是等于是七八年？我是七八的。七八的啊、嗯，那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就这么考的北大，就还是喜欢文学是不是？我说起来就有点不好意思。
怎么了？我那一不留神呢，就考了个河南的状元。哦，难怪了。那您最近又在写东西吗？写新小说吗？我在想，就在想的阶段啊。对，我们从小就看刘震云老师写的书，啊，真的。当年有一个那个跨世纪文丛，一个系列啊，那白皮上面、就是，对，那我上，我还上初中呢。这黄老师那时候就那么有文化？不是不是，看您的书也不是有文化，就是爱好一点。看过吗？他刚刚说的师傅刚讲的。我就得看。咱们今天早吃饭早睡是吧？是吧？您平常都几点睡啊？夜里三点？两点？不，没那么晚。你不写剧写小说吗？晚上？不，我晚上从来不睡。不，一般说大作家都是晚上有灵感吗？更大的作家都是白天写。对。行嘞，我退下，我靠着冰箱站。上帝发明了光，你非跟上帝闹别扭。郑云老师真的太可爱了。你行不？我也不行。来试一下这个叫打嘚嘞嘞打滴滴打滴打嘚嘞嘞，这样吗？滴打。就甩出来，把你们轰出来了是吧？嗯，来来来，干活干活干活。好，两位刘老师，一位黄老师，我们去干农活了。好，去吧。拜拜。防晒抹了吗？防晒抹了，但是地里可能有小虫子。那妹妹你还穿个短裤啊？你拿两个冰袖套腿上呗。行。锯之前，鹏鹏要做植入。植入的是什么呢？一二三走。何老师，哎，我们去挖红薯，我们就不坐那个车了吧？啊，我们正好过去的话，就可以骑那个我最喜欢的绿源运动九液冷电动车。怎么是你最喜欢的呢？我们可以喜欢吗？可以，当然了，续航能力特别强，科技感十足。绿源液冷电动车，一部车骑十年。好，来，一星哥上车。好的。打疯了这个快板，我一定要把这个快板练会。出发，走。呜呼呜呼，要要要，保持好三角队列啊！走起来，滴滴。赵哥，我们来了。哎，你好，久等了，久等了。这时间刚刚好，刚刚好，是不是？对。这是妹妹。你好。这是赵哥。Hello， 你们好。一星啊，这是赵哥。赵哥你好，我是张哥。张哥。张哥好。张哥是我们的拖拉机手。好好。怎么更啊？赵哥，先要干嘛？先要把。先打那个藤。哦，先把它那个面上的草全部刨完，清理好，清理好，再犁它。哦，用这个再犁出来。对，然后我们就把它拔出来，就装到那个箱子里面，是吗？哎，好，明白了。走了啊，各位，走吧。哦哦哦，哇、哦！张哥加油啊！张哥啊，我张哥要上车了。张哥加油啊！哦，阿过，太厉害了我。张哥加油啊！张哥。停了。我再试一下吧。哎，这个为什么油门？好，慢慢上手了它。对。哇塞！张哥加油！张哥你可以的。
然后换车。哇！不能太深是吧？这个是老设备了，哦，老古董，老古董啊。对，因为他这个跟他之前学的那个拖拉机长得不太一样，对，所以他要重新学，等于是。对。我们半爬下去的时候要看它太深了，我们就爬一点起来。OK。好。哇，哇，好多！师傅就是不一样啊，他会上手挺快，对，他是。要带上吗？啊，坐垫。这样子做你随时都可以挪开身子，就不用再用手去拎它了嘛。哦，原来是这样弄的。哇，累了吗鹏鹏？请坐。嗯，对，真好，太智慧了，真的。哇，好酷。这块地估计很辛苦，有没有朋友可以过来帮我？你们直接到这儿来了、哦、是的是的是的，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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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们在挖挖红薯，红薯啊，对，挖红薯，挖红薯，我们来帮你们。好了好了，这个是小个子的，是妹妹啊，妹妹、妹妹好，张子枫，那是彭昱畅。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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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重点是拖拉机上面是张艺兴。哇，张哥这个好专业啊。张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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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哥喊你，张老师，张老师，陈若轩，你好你好，浩然，董浩然，哎，他们来开，不不不不不不不我们去采红薯，好，我们现在要怎么样吗？先要等他那个啊，很快了，赵哥。可以吗？开干开干。一星，你把车摆到那边去，这边我们来捡了。好，干活干活。什么东西？有蛇，有毒的。如果是蛇我就疯了。啊，不是蛇，不是蛇，是什么东西啊？我去看一眼。一个蜈蚣，这么大的蜈蚣。对不起。也不知道被蜈蚣咬一下会不会解锁贝壳。你看点好不？咬到你就哭了。咬到我就哭啊。他说什么？很呆，很娘啊！喊爹喊娘，喊爸喊妈，喊爸喊妈，喊爹喊娘，喊爹喊娘，爹喊娘啊！哦，哇，胖胖，看我这个，我有大的，我有啊，没这么大的。哇，他这次感觉好大。啊，好吧，没有很大。地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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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瓜。什么？
哇！哇！哇！这好厉害！葫芦娃，哇，这个大！哇！哇！第一名哦！太厉害了我！对，专业的就是专业。其实好治愈啊，哇，这个。对。你说没有工具之前就得一点点弄。这个太高产了我，哇！哇！这边没有了，那边都搞完了啦，这边都弄过了，只剩下最后的收官之战了。这也是体力活啊。是，我饿了。我今天晚上肯定吃得香。是的，王老师可能饭都做好了，就是我们还不到我们回去。这有100箱哦，辛苦了，胡老师。哎，腰疼腰疼，搞不准去了。你莫搞，你莫搞，你休息。哎呦。你刚才就不应该去搬我这脚，腰疼腰疼。一箱。还可以吗？来了。我们可以把它拢到这，把它码齐。小心腰哦。慢点。妹妹，你别弄。妹妹，你别弄。没关系，阿姨都在弄。何老师，你们绷带吧，我来熨。哇，你一下搬两层。什么？你问我还行吗？我要大声地告诉你，劲儿大，太棒了，太棒棒了！哇，我们还是挺有成绩的哈。哎，快来，姐姐们，拍个照，一起耶啊！一二三，耶！辛苦啦，辛苦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张哥，谢谢阿姨们，谢谢阿姨们，谢谢。一星，还可以吗？可以，回去躺会儿，回去躺会儿。你回去躺会儿，赶紧的。呀，可以带人吗？可以，可以。这是双人的，这是双人的。好，走吧。OK， 四个人，我们四个一人一个。躺好哈，那我先走吧。你先走。好，再见了各位。拜拜，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走喽，回家喽。可以，走喽，走。咱慢慢骑啊。我的腰伤应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犯了，那真的要注意。哎呦，黄老师。我们回来了，辛苦了，辛苦了，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这是董浩然，哎，好好好，来客人了，对对对对对对，走后门进来的，你好你好你好，这是董浩然，欢迎欢迎欢迎，这是陈若瑄，啊你好你好欢迎，他俩刚出现的时候像两个模特一样，非常的帅气，现在已经现在更好，劳动之后显得更好，劳动人民更光荣，你先张罗他们洗澡吧，休息一下你们，好的。黄老师，我们还是挺厉害的，非常棒，我都听说了，听说了是吧？对。但一星又把腰给扭了一下，哎呦，因为他搬那个重的红薯。张哥，张哥完了是吧？张哥躺下了。他怎么真的是？一星怎么样了？
要我帮你支床吗？不用不用不用啊，不用不用不用，就在这平躺平一点好一些是吧？嗯，你往上面躺一会儿就。你把那个，哎呦哎呦，你买靠不靠了？麻死嘞。哎呦，你去找我张哥了。嗯，啊，没有，师傅问你咋了？我说张哥完了，他说他完了是吧？现在动不了了是吧？对，腰疼，腰扭不是吧？本身就有腰的毛病嘛。要不要弄点药喷一喷？躺会儿吧先。来了，来了吗？哦，我以为没了。哎，谢谢，我来吧，我帮你。你去，什么可以贴点膏药？也想也想。啊，稍微往上一点啊。嗯。哎呀，是这个位置吗？对。然后等着从这开始往下，从这往下，嗯，其实最主要受力点一般是在这儿。对对对对对，太懂了，因为我学过康复嘛。你是运动员是吧？对。啊，感谢啊。我从这个地方贴到这儿 OK 吗 ？OK， 谢谢老师。浩然还真是老师，真的是。他是教体育的，对，在辽宁大学。没问题。好，然后一休也休息一下。嗯，好的 ，OK， 好的，谢谢老师啊，谢谢，谢谢老师，客气客气。你躺会儿吧，没事，我们出去，我们出去，我们都出去。何老师，哎，我们要一起包饺子啊。好，这面也醒得很好了，我把菜板子拿出去啊。这样，我一会儿站在这儿擀皮儿。站着包还是坐着包呀？你们坐着包吧，干嘛站着包啊？来，第一张皮儿出来了。嚯，来吧，朋友们。今天这个馅儿弄的好多，是吗？那你包你的，你别看着我，搞得我好大压力我，别搞得我都包不起来。我来看您。这么多，现在中间嗯，捏住了，嗯，然后绷住了，嗯，捏一下，这不就出来一个，嗯。试试吧。好，我试。是先捏两边是吧？妹妹，我给你一个，救一下。救一下。救不了。救一下，救一下，快快快！这个真的救不了。救救我，救救我！我来救，给我。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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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哦，这擀成有什么？给我擀出汗来了。啊，是，我帮你弄一会儿。哦，对。哇，这个皮又不太一样了，是不是？这个皮比较大啊。这个皮儿薄。嗯。馅厚。馅厚。对，要不然咱们得包到什么时候才能包完呢？是不是刘一军老师的皮儿比黄老师的擀得好？你看，那你不用这个轻声说呀。你大声说怎么了？啊，我是不懂这个专业呀，所以我没问你啊。黄老师，哎，刚才那个何老师背后说你坏话了。哦，说你擀的皮儿了，是太不像话了。是。就是你比这讲他要大声当面说你，我觉得没什么，就这么小声背后议论人，我觉得人品上还是有些问题。观众朋友们，你们讨论一下啊，就这一段播出之后谁的人品有问题？我和刘震云老师谁的人品有问题？
觉得我的人品有问题，扣一。哎，你好了，张哥，我来了，我来包饺子了，给我一个大的面皮。要多大的？很大。真的吗？好，好，谢谢。一张饼。哇，期待啊！看我张哥啊，看我张哥要干嘛啊？霸气。张哥，你包出了一个包子，怎么跟饺子一块下呢？张哥，不是不信任你，是因为它厚，所以它得单独下，它不然我们熟了，您还没熟。它不会太厚的，你看它很薄。哇，这个头要是能熟，离经叛道。好了，就这样，可以可以。我们包完了，开整。让一下。哎，对，带让。哎，小心点。让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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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漂亮。好，我就把这饺子煮出来。下一半吧，一半差不多。嗯，行，可以。你炒菜太有样了吗？对，一顿操作猛如虎啊，必须猛。中华小快手，哇，你看这个厨师管两个灶眼，我厉害，太厉害了。这叫忙而不乱。绝了，今天黄老师又用力过猛了。这饺子好了是吗？好了。哇，厉害。哦，香的都快晕倒了。我觉得一开始了，我先啊就放这两盘，大家上去就可以开始了。我呢再回来煮来。对。好吧，我拿烤鱼吧。我来。给我吧。别别别别。拿碗筷，拿杯子，我做一个奶香蘑菇汤。师傅，其实这个饺子是煮给你的，因为你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男人，很大。还把我这罩子给弄坏了，我要用它，怎么了？我要煮饺子，我要用它什么？怎么了？来，它哪里坏了？不是你这样会把我这锅汤毁掉的呀，它粘住了，你就是玩我这个玩坏了，把这倒掉，倒掉洗锅。对，好好好，好了，这个就不存在了。它你把它整个搁在锅里，你搁在勺子上，它就烂掉了。它不存在，它不存在。做一个沙漠有机奶香蘑菇汤。用了那个有机的玉米，还有那个口蘑。当然最重要的，放一罐特仑苏沙漠有机奶。哇，已经好了。哇，这个汤的口感就特别的丝滑细腻，你知道，奶香浓郁，喝起来很舒服，正好适合刚才哦哦乱叫的张艺兴。而且这个我跟你说，因为它是全新升级的特仑苏沙漠有机奶，里面它每百毫升里面它有4.0克的乳蛋白，所以是美味又营养。哇，奶油蘑菇汤。饺子水，快点先吃吧饺子。哦，香的都快晕倒了。坚持住。来，快吃起来，吃起来，特别是饺子，赶紧吃起来。鹏鹏，你给那个怎么样？这饺子馅儿怎么样？好吃不？甚是好。好的。这馅儿和的还真不错。这个鱿鱼啊，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吃。这个义军老师洗了一早上。
哎呦，这是好吃，好吃，好吃，真的好吃。鱼，真的好吃。鲜鱿鱼，尝尝。哇，每个都好好吃。来，欢迎振云老师，欢迎我师哥刘义军老师，还有两位年轻的朋友。对，若轩、浩然，欢迎，欢迎你们帮我们大忙。第一杯就站着，后边在这坐着了。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个黄磊老师辛苦了，嗯，辛苦了。本来因为说弄饺子能够，因为人太多，弄饺子能够那个简单一点，没想到又是一桌子。是是是是是，主要老师点菜了。没，那我作证，真的不是老师点的。是是是是，是老师没有拒绝我们。没，我呢也就是无意之中说了句话，嗯，然后呢，黄老师当真了。您说者无意，我们听者有心。因为我跟刘军师哥和刘振云老师都有很深的情感，就是刘振云老师是我们从小到大在这个文学之路上的这个导师，就是小的时候没有这个太多的这个娱乐信息的时候，主要就是在阅读小说。啊，我经常跟老师说呢，跨世纪文丛，我在初中时候开始读。哦，我也看，所以这个要感谢您。对，在我不认识您之前给了我文学上的指引，谢谢你啊，真的。那就证明你呢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好有文化呀。没知道什么作品好。就是不是那一套我都看了，别人我也看了啊，不光你一人啊。看你说这话。小兄，哎，有一说一啊，振云老师来这个节目，来上这节目。没，他那个身边的工作人员转达给郑宇说，他说黄磊老师节目我没有任何条件，我就是去，真的，我特别感动，我听到了、这个。不是那个黄磊老师这么大的表演艺术家，包括当时的导演，包括那个黄磊老师的文学功底也特别。没，郑老师，在您面前哪能说文学功底这四个字？包括像何炅老师，这么伟大的主持人，有时候确实呢，用伟大来形容我，你文学功底一般。那我可真跟你说，那你还真是一个，我就是个还不错的主持人。不是，我换一词，你就是一个卓越的主持人。哎呀！人家有词儿，跟一个作者在那计较这些事儿。你说伟大折煞我了，太可爱了。其实我跟何炅老师认识时间还是很长的，起码有十几年了。是的呢，是的呢。我们之前有一些读书的节目，对，有何炅在主持，大家都去了。其实有时候就这么简单。每一次吧。我都很期盼着能来那些，啊，就是老朋友，为什么呢？有话可说。那刘震云老师有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俩人能说上一万句，说出来还都是一句，这是最幸福的，啊，我就这一句。这个愿意说，那个愿意听。哎，说了一万句，就是这一句叫“爱你们”，这感觉特别好，特别幸福。包括新交新认识俩朋友，咱们先刚说半句啊，希望将来能多点话能一块说啊。好，欢迎你们啊。好，谢谢黄老师，谢谢黄老师。还有9000多句呢，慢慢来。黄老师说的真是，真正的好朋友好像在一块说了很多话，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智慧啊，到达一定程度，他是经得起玩笑的，是吧？因为幽默是智慧的体现嘛。就是包括你，就跟着黄老师开玩笑，是吧？你虽然背后说他那么多坏话，我忍了他很久，我正往心里去。他真在意，他在意，你猜怎么着？你也不在乎。真好，你把我们俩，你在意我都不在乎，谁都不在，这是多深的原因。我想问一下振云老师，你把我们俩拆散了，你是想顶谁的位置？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韩老师一路走好。哎呦，不要了！我发起第二个投票。下一季觉得我应该留下来的扣一，觉得应该换成刘震云老师的扣二，好不好？扣二的我都会顺着你们的 IP 地址上你们家找你去，我看看我到底是在哪个城市比较不受宠。何静老师，嗯，你越这么说越显得自己没自信。也是啊，也是，对对对对对。对，我应该说我为什么会担心这件事情。这种玩笑我听得多了，是吧？没有，您是第一个，六级了，您是第一个要赶我走的。就我敢说真话，是吧？如果是振云老师来这一季的话，请问老师，您在我们家里这一家五口，您是什么位置？那您就应该是大爷。要搁在河南话，就大白。早上，黄老师说：“妹妹，你有没有去问候你大爷？”哎，那个大爷醒了吗？如果是振云老师来这一季的话，我们想想看，房间应该怎么分配？黄老师，至于你走了之后，我们的节目怎么安排，跟你真没关系。您操心操的太多了。那您觉得我最晚什么时候走？您觉得是不过分的？黄老师，那那我替我们剧组说句话，嗯，那就是现在。先放在哪里，黄老师？黄老师。给他找个电动车。你们坐。杨老师，送送我。剧组给他弄个电动车，找个电动车。对，好。好。那个一路走好啊。我这个人有个好习惯。哎呦。我的箱子随时都是收好的。不是吧？我就去拿个茶的时间，何老师已经。因为刘震云老师说赶早不赶晚，最好是现在。那行啊，那个不送，走，送还是送？出门右转。我不要别人送，我要刘震云送。送我。那行吧。演到这儿行了吧？不是，不走啊。不是，因为我往那挪吧，摄像老师跟着我，心疼人家累。不会不会，没人跟你。想哪去了？走吧你。今天晚上主题就是送别，没想到送别的是我。我万万没想到，在我去挖红薯的时候，黄老师、刘奕君老师和刘震云老师为我操办了一场告别宴。今天很高兴有两个好朋友来送我，我们一起回去。在这儿我说两句，黄老师会用一句特别温暖的话让我难过，叫常回家看看。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一会儿是不是会也让我也走了？不会，他最后就是让所有人都走，只剩您跟他。其实我一个人主持是完全可以的。那不做饭要那么多人吗？啊，做饭的话我随时再找嘛。就是你比较像黄哲老师飞行过来，他让我飞行过来给他做饭。你看着节目不顺眼的话，你也可以走，你也可以走。你看，对我下手了。有没有可能大家一起共存？有没有可能？飞行嘉宾可以请一下。只能飞行是吗？您还是来当年的大爷，您也是我大爷，这样行不行？万一你那一整季的收视率就我飞的那期最高，你可没面子，刘震云老师。那个谁，何老师，你放心吧，地球立了谁都会转。我特别喜欢他今天说的这句话，地球离了谁都能转。就是，哎呀，好好努力吧。老弟，好好努力。我还小，我才48，我继续努力。对，振云老师真的太可爱了，真的。人间可爱。是一个老小孩，太可爱。
包老师，包老师，嗯，这么多年好朋友，坐了，在一起呢，就是开个玩笑，当然，这玩笑开的呢，你以为是天大，其实他没有，其实他没有，那就是一个特别小的玩笑。跟有意思的人开有意思的玩笑，这才叫玩笑。然后其实十二点多钟，他呀，他前一段一本新书叫《一日三秋》，里面讲的说笑话。哎，这最好说这个，这一个人可能就活在另外一个人的笑话里，一个人呢去追寻另外一个人呢，可能就是个笑话。一个人为了另外一个事儿呢，忙活半天，回过头来一看，也就是个笑话，自己也活成个笑话，自己最后也活成个笑话。五个人能玩飞盘吗？因为一星今天肯定玩不了。五个人也可以。可以玩吗？嗯，二打三就好了。加个小 H。加个小 H。走。让他们聊天，我们可以玩我们的。妹妹。飞盘吗？嗯。何老师，你接一下试一试。我玩过，我们小时候玩飞盘的。现在这个很流行，对。来这边，哇哦，这边，你来干嘛？等一下，何老师，老师，你为什么要往前跑？接住他！刚才我在那个海边啊，我还是有些，只有一个渔民，弄了个皮筏子。然后这皮筏子上面，我估计他搁的是汽油啊，他吃的呀，包括水呀、啊，是吧？接着弄到一船上，人家开着就走了。大哥，你晚上要出海啊？晚上出啊？啊？晚上出啊？哟，那你可得小心点儿。不小心就没饭吃了。就他一个人去啊？嗯，一个人去。那你可千万小心点儿。不怕吧？哟，去打鱼是吧？捉鱿鱼。捉鱿鱼啊。他往黑暗中去了，就为了给自己家人吧，就是生活稍微好一点吧，是吧？挺了不起的，挺了不起的。独自驶向黑暗，为了家人有光。嗯，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对我真是有很多的启发，是吧？我一直看着他走，都特别感动。我今天还挺感动的。今天呢，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去看日出，你看到太阳升起，一转瞬间就已经开始很炎热。对，半晌午了。半晌午了，然后就开始晒脖子了，特别像我们的少年时光，就是觉得自己长大，忽然一瞬间已经就是成年人了。此时经历的时候，你觉得很漫长，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回头一想，一瞬间，这段瞬间，少年时期太快了。哇！啊！哦！哎！我真的会谢。然后等到今天黄昏的时候，我觉得我坐在那儿做饭，早早我已经看太阳到我那窗户那个框的上端了，我就知道到了黄昏的时候。过了好久好久，我忽然看到郑云老师就坐在这儿，面朝大海，一个背影。
我在厨房里，我看着他，他看着夕阳。夕阳完了还有晚霞，晚霞完了还有傍晚。我就在想，一个人到了后半段的时候，是在慢慢的反刍这个过程，慢悠悠。我们就像一个一天一样。那法国呢，有个作家叫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他就哎呀，你想这事儿是吧？我的处女作，我处女作叫《似水年华》，就是用这个名字，就因为我喜欢这本书。普鲁斯特是，时光是个特别好。好，妹妹。哇！我你 ，yes。姐姐姐，好，稳稳的打。你往哪扔啊？哎呀，哎呀，挺好的，这也是幸福嘛。年轻的时候是做年轻该做的事儿。我问您啊，就是说，一个人对一个社会啊，对人的一种看法，他的思考，是不是跟你本身自己的年龄？比如说四十多岁思考的东西和六十多岁，他会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是吗？这个呢，它有影响，但这个的话不根本。从一根本的话呢，就是他一开始起步的时候，他是往哪个道路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能说孔子的话，他说四十不惑，你以为他四十之前他不行？他一开始他就行。他无非在那个点悟到了这个点，是吧？对，而且的话呢，就是你见识一开始是别人都觉得这个见识好，一定这个人走不远，是所有人都觉得这个路是走不通的，那你能不能走通，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想写一地鸡毛，所有人都觉得一地鸡毛写的不像小说，这一天那一天，你故事要有个起承转合呀，都没有，是吧？这哪叫写小说呀？你包括像一九四二，我当时写《文物一九四二》，那所有的就是说，包括特别大的评论家都说这不行。你把那个什么所有历史资料集一块，这能叫一小说吗？那我就想，他为什么不能叫呢？也有可能开创另外一个道路呗。还有想写我写过一句顶一万句嘛，那好，他们都这个不成立，哪有一个作品写一百多个人物，是吧？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写一百多个人物呢？就是说别人说你不行，你是不是坚持这一点？这是特别重要的。这个那天我还在那说呢，我说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大家都会特别在乎评价，特别在乎别人怎么定性、怎么评价你。如果所有人都能理解你，你是有多平衡？说的特别特别对啊，就是这样，特别特别对。人多更好玩，对吧？很好玩，一二十二个人更好玩。哇，好舒服啊！你们，刘润老师，我就忘了，我是跟您说过，有一次是在哪个活动上的，还是在哪儿？你上去好像一个颁奖礼上，我在底下坐着，你上去发言，然后他就说到了关于这个会错意，然后呢，刘震云老师就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会错意，可能就是一段爱情故事，而一个人跟两个女人会错意呢，可能是一个什么传奇爱情故事，反正讲了各种，他最后说的，他说一个人跟一个时代会错意，就是一个悲剧。说的好，就是那个黄仁老师说这个，我都特别赞成。就是比如讲，就是这个世上其实啊，黄仁老师没有对和错的争论，都是对和对的争论。就是说呢，是这个对还是那个对？对，这是现在对，是长远对，就像这样的争论。
是你的对还是我的对？每个人的立场角度都不一样。嗯，比如说一大象说他一堵墙也对，拉个尾巴说一个绳也都对。嗯，都是这个对的哲学，不是这个。这里边的哲学是太有意思了。哎，你的思考是，有好的知识结构是支撑你的，有正确的三观在帮你在判断，有很好的逻辑帮你梳理，有很好的情感的模式帮你维护自身的那种感受，就这些东西都会决定了最后有一天你往哪儿走，而且第一步其实就决定了最后一步。其实话剧舞台就是你站在那儿，你的魅力所有人都关注你的关注度，就是你人生的阅历能不能吃住所有人的他们的人生阅历跟你能打通。嗯，就是你能产生共鸣吗？我站这儿，比如说我下面该说一句顶一万句，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我该说这句话了，但我就不说。停顿，在他们最期待的时候我说出了这句话，而且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那个台词的节奏语气和那种氛围感让他们一下子觉得就是把他比他们平常他们人生阅历的又超越了一点点，或者说他没想到的一点点，一下子就会让他们感动，真的就是会打通共鸣。大意思说的真好，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人间的百态，我喜怒哀乐忧思恐惧什么我都能容纳，我都清清楚楚的。你忧我知道为什么忧，你恐我知道为什么恐，但是我觉得我都可以处理。所以我觉得做演员就是这样的，你才会在话剧舞台上，在电影，就甚至在人生当中，在生活当中，你都会非常非常从容。这话说的多好啊！这话都好。这么大的表演艺术家，你像你们俩。早啊，郑毅老师。嗯，老师。您坐，您坐，您坐，您坐。睡得还好？我是起来送你，你怎么还没走？呀呀呀！马上马上，我给黄老师送个鸡蛋。他是来送你的，真的是笑死我了。何老师，你行李收完了？可不是吗？真的快。客厅我也收出来了。所以你做这个最后一班岗吗？客房服务这一块确实 room service， 我真的是客房服务，这是我的强项。这个你走之前你培训一下郑韵老师，好吧？不不不，这大爷怎么能培训呢？你也别躲气了。我建议这样，郑云老师，你入住以后你不要开除我们俩，一个负责客房服务，一个负责餐饮部，对吧？你当总经理管着我们俩就完，你当安保部，你在外边值班，反正也不占房子。行，放心，我会考虑的。何老师，恭喜你，哎，你就被考虑了。太好了，有只要能有一点机会，我都会争取的。我为你争取到的机会，后面就看你的努力了。是的呢。咱们送别一下吧。郑云老师啊，你要送我离开了。我一送他们一下，我马上就回来了。好吧，郑老师，回京见吧。回京见啊。好嘞。来，刘老师您送送我呗，我前面也劳苦功高的。他说我送他们，马上我就回来，行李都没有。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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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送了，不用送了，热没关系，我送到门口。